他们很酷啊，他们不会说出来的。但是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本来我不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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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觉得，哎，有跟你相像的地方吗？我儿子跟我长一模一样，真的作证作证。我儿子，我妈说，哎，哪张照片是？对，因为我连阿妈都认证了、啊。是真的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，哎，是缩小版。对，缩小版、啊。对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一定有特别的将来要教他的。没有，我其实对于小孩子这一块呢。嗯，我不想要当父亲那个角色，我想要当他们的朋友。难呢、欸？对，很难、啊。但是事情要挑难的做啊。父母亲对孩子永远有期待，期待就会让你永远无法作为朋友，因为这个期待必然带来双方的压力。可是哪有我对孩子没有期待？我的学习，我是真的希望自己是。我今天我要拿车马费。